你这样被人打几次了？就这一次。我不知道，我父母会不会也是这么找我的？会讲的。 在路上，才会觉得对得起儿子。不管他在哪儿，我都希望他知道他爸爸在找他。你养父母对你好吗？ 打你吧，没有。我一直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的孩子，但我不敢告诉他们。丢了孩子的父母，可以满世界的喊，我不敢喊。原来我担心，我来不及长大，没找到他们。 我就死掉了。现在我长大了，我又担心，我来不及找到他们，他们就死掉了。